2022年12月初3，第63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今仔日又阁是头第一个月的台湾青商会的专题对谈，我是主持人黄桂兰。咱今仔日的主题叫做“念歌赢对一滚滚，若无来听真拍算”。哇，咱来人拢趁着安尼，吼，趁足大。好，咱今仔日有邀请3位。要来对谈的演讲者吼，有谢楠，也靠谢楠吼，吉娜、吴嘉明，佮有要甲咱唱歌的即、這个杨梅，咱等下佮一个一个来小解吼。咱台先呢，爱足感谢吼，周定邦老师，伊知影伊明年的确爱退休吼。所以伊要退休的进程，伊就爱来推设即个歌戏主题创作营队。伊主要是要针对歌册主题哦，来创作营队吼。因为周定邦老师伊真正是有即个使命感吼，希望伊就是希望台湾文学馆会当来承办，请即个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来协办吼。所以，即个营队是伫咧今年的8月17号到19号举办吼。咱的读册伴，咱的念歌读册会，即个会吼，总共有七个人去参加吼。营队去参加的人，拢总有30个人。三十个人都有三十个作品出来，所以收获实在是有影真丰富。咱排除的七个人，都已经有6个人就顶转来啊，所以这是相当无简单的。咱读册会算作是拢是优秀的人才，拢伫咱的读册会内底吼。迄天的评审老师，有徐炳华老师，徐炳华咱10月份都有邀请伊来演讲过吼。周定邦伊，伫阮读册会开始。筹备咧，伊就是伊嘛，拢亲身来甲阮指导，像陈蕊老师安尼，哦，安尼了后，伊就拢伫咧阮有问题甲请教安尼。咱抑阁迄间个评审老师，阁一个林如凯老师，咱抑阁无迄落，咱今年看有机会通个邀请伊来无嘿？阁有一个是丁宏丁老师吼，伊嘛是伫阮个读册会拢诚甲阮帮衬啦吼。好，咱即马吼要请谢南兄大婶吼，要请谢南兄出场吼，大家来甲拍呼啊一下吼。谢南兄伊是清华大学的博士吼，伊较早是做科技的头路吼，即马是退休专心伫教台语，伊嘛捌伫双联教会、长老教会咧教方慧老师、甲琴华老师学过8月2啦，所以伊的作品嘛足济吼，伫台文通讯啊、台江海岸拢有迄落。其实伊这若甲制作一本册嘛，已经会当出册啊吼，伊拢较谦卑嘿。安尼，细南兄，我想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讲，你去参加这营队，你毋知有感觉有啥物趣味的代志无？哦，因为就是讲，其实哦，咱去参加的人，应该是来讲啦，大部分的人应该拢毋捌写过，毋捌写过歌啊，即个人较侪啦，所以大家拢头一摆写吼。因为咱即边去参加有一个规定啦，就是讲大家拢要交作业吧。无交作业袂使毕业，所以即有阵仔硬斗啦吼，所以我其实我要去的时候，我有招一挂人啦，真侪人拢毋敢去的，因为惊写袂出来啦。哦，其实有影伊是讲爱从这个30趴嘛，哦，伊个长度够有限制，毋是讲你凊彩写会使，而且爱写一个故事啦，哦，爱30趴呢，写一个故事，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啦，我看到大部分拢是。拢是来诶时阵拢写好啊啦，哦，写毋是讲写对，你知无？重点是写，对即对大对。概是讲伊家己诶观念落去写啦吼。啊，其他再上课再甲你讲安怎写，对无？
哦，大部分人是安尼去啊，毋是哦，哎哟，决定规定遐济哦，哦，啊就头毛咧烧啊吼，所以阮第三工爱交作业嘛，所以第二暗诶，我真侪人拄啊拼命工诶，开始拜啦，啊，甲我共迄个共房间诶，迄个搁较厉害，迄是迄暗啊开始写，嘿，迄少年人迄足厉害，嘛写会出来，人迄少年人，今年咧拢即摆少年人哦。老年纪拢足厉害，阮迄去遐参加，有迄、那个，阮真侪大部分人嘛来参加，所以，诶、欸，恁来看少年诶，无点啊，人才真侪啦吼，安尼，所以我感觉这是真趣味啦吼，因为大家拢是毋捌写过，啊，大家拢是有一个，有感觉有一个使命感嘛，就讲、是，诶、欸，这歌吼，啊，就是讲咱要无去啊，歌词要无去吼，啊，咱要那个复进者无，啊，复进第一步是咧了解，了解以后，咱若说因个。因个迄个，丁马老师伊个概念真好，就讲，咱来写一寡新诶，哦，咱才有法度来甲即个现代记忆、现代连接嘛，才有可能传得落去啊。我是感觉是安尼，伊个概念是，我嘛真赞同啦吼。啊，无咱即摆读，咱比如讲咱即摆来读册话，我读一寡足古诶，对无？足古诶，其实甲即摆观念其实是，啊，是讲咱咧，咱有讨论过嘛吼，我是无啥下啦，对无？头路怪怪，即种概念拢毋对诶啊！哦，但咱即摆主要毋是咧看伊诶故事本身啦，咱是咧看伊诶伊讲诶一寡口语啦，吼、哦，咱主要是咧捡遮啦，吼、哦，毋是故事本身，故事本身我感觉，诶、欸，大家拢无讲真哈啦，吼、哦，我个人感觉是安尼，以上。我搁请教你吼，你即个，你今仔日要甲阮分享即个，你新创作的作品是咧写即个皮明敏吼，啊，我最好奇的是讲，你几时开始对皮明敏有兴趣？啊，你遮侪政治人物，你特别来选伊？哦，我感觉迄个我是伫1989年吼、哦，看迄本册，迄个主要注意嘛吼、哦，我才了解即个人啊。大家知啊，原来台湾发生即个代志，因为咱古早的册，古早咱伫个台湾，咱拢听袂着正确的消息嘛，真正拢看袂着嘛，所以我毋知影嘛。所以我感觉即个人足伟大吼，啊、哦，伊个故事足精彩啦。即吼、哦，若像咱要拍电影吼、哦，即会使拍足久个。伊讲足刺激个，吼！你若知影伊个故事里面，咱中国内容咧，咱个几寡主要地，咱会讲着啦吼。诶，啊，佮另外咧，1976年，咱台湾第一摆选总统，伊嘛转来选嘛。哦，伊转来选，迄阵咱迄个林荣铁甲迄个写迄个歌词嘛吼，啊，迄个陈明章写曲，写一个足出名个歌，应该大家拢有听过，伊阿爸个心肝宝贝。就是讲，伊要离开台湾的时阵，伊的心情啊，哦，要离开啊，啊，伊个人有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就是讲，伊拢袂使讲，看这偌痛苦，伊要离开的家庭啊，可能这世人无机会啊，啊，伊拢袂使互因的人知影，因为啥物？伊就是要保护因啊，要保护伊的某囝，伊某囝早起去倒，一定是，伊若走，伊的某囝一定互先刁伊问啊，对无？啊，知影你一定会讲出来嘛，你一定会逼出来，所以伊要保护因，所以都无爱甲因讲，哦，所以伊要离开时阵，你若听迄条歌，你即马伫遐看做一个版本的，嘛合唱的吼，你若听了，大家拢流目屎。伊要离开时阵，伊要哪，伊甲留因个囝，伊有伫个册内底嘛有写，伊看偌悬，哦，偌悬偌矮，记伊个心肝体。诶，你若听着哦，诶，拢有足感动的，真诶。我即摆搁听你讲，我嘛是感觉搁足感动的嘿。对，你若听到歌哩，你若知影伊故事的迄落，你就知影吼。对，我台面上我嘛做够啦，我即嘛嘛对伊有物件，我系即个国宝啦，真有影，哎。安尼吼，咱直接吼来看你的作品，因为即摆你若有即个作品，就是歌册的作家之一啦嘞吼，啊，所以感谢。直接来分享，因哎为呀，即个。咱这是毋捌写过梦想呢吼。袂使讲安尼吼，因为这都是生团的一部分，咱就直接来分享，就时间交互你来分享你的作品。好，啊，你分享了，咱会请杨妹来为咱唱你的歌感谢。嘿。好，啊，咱即马看伊的分享吼，伊会哪分享啊哪，互恁看字幕嘿。
来，大家好哈，我今日要来介绍就是这个，我写的这条歌了哈，这个、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歌，所以有点么较长啦，因为伊这个我这个宣言就是长啦哈，所以讲也较长啦。啊，我本来写的时候有较简素啦，我感觉也是专门较好写的哈。那、就开始啦，我甲咱这个我写的这个念一下，大家听一下哈，大家来欣赏一下，啊，多多指教。你会当把镜头放较大，放大，安尼敢看无？有啦，是真清楚。哦，我毋知要哪个放大啊。会使啦，安尼会使，安尼就是上大。好我已好。经咧甲你迄落按赞啦，好来，好，多谢。互我声甲吹落去，嘿。吹落去来，开始。各位贵军，阮总请，小弟住伫新竹城，请恁紧来试验场，要来唱歌互恁听，请咱朋友坐较我。来听小弟编新歌，互恁听着，互恁听着，要阁刷自由运动宣言歌，讲到台湾的文明，是民统治正人徛，民主自由路真佳，等待当时有好名。台湾自救的运动，是平民命因共同，毋惊政府来甲帮。写出宣言，气皆通。三人合作写共调，写双面含画中条，毋惊变做孤独鸟，为着台湾牵条条。台湾现状心难忍，知识分子下良心，各项真相互因禁，写出宣言目睭金。1964的代志。影响台湾数十年，拍算性命无爱滴，写出宣言众人知。武汉武天的治理，白色恐怖去时期，暂法律暂时休困去，要杀的要关的随在伊。勇士三人真勇敢，无来解救心毋甘，宣言互恁无抵抗，讲出真话。唔红安，反共神话卖阁讲，代表中国是袂通。官方若是无来动，台湾家己会做王。重新加入联合国，民主自由真快乐，家己做主真幸福，只有世界袂寂寞。一中一台是事实，万年代表是条旗。台湾主体无看的，少数统治是天机。总统国民来普选，不分男女拢平权。人民做主无人愿，新宪法配新台湾。实在嘛是真歹运，三人互掠乱纷纷。了了别啊，去报的时阵，宣言印好也未分。宣言嘛无本出来，消息封锁无人知，大妹如何来对待？等待海外救援来。讲到民民的心声，原本出自富豪家，厝内一人做神社，伊爱文学无爱坐，惊讲文学无出路，换做政治来解读，要靠当代毋惊苦。拄到战争，面乌乌，离开东京较有影，想讲坐船较快行。美军轰炸，甲伊拼，倒手受伤找阿兄。战争耽误真歹运，战后代代补学分，毕业头路伊有分，学术生涯，学术生涯加起船。搁再几年会拍拼，博士、硕士、博士，伊拢赢。国际公法，伊知影。世界出名，好名声。政府对伊真看重，联合国请伊参详。十大青年伊嘛中，人生前途不可量。即马宣言惹事端，过去一切都交完。
牺牲家己，无埋怨，毋忙会当救台湾。林敏出名大学者，国际学术真有名，各地大大校园者，无声无息风声也。政府消息无法禁，世界多国来关心，用心罪犯袂当忍，派因办出好佳音。政府只好轻轻办，无判死刑心就安，有期徒刑就爱等，基本自由关声等。白色恐怖毋是假，特色作家国家旗，生活失去自由体，业务归工来顾家。咱若出门，因就对，看你倒去当时回。顺续边仔偷听话，讲起来实在真连回。亲戚朋友若小吹，业务就去甲因花，看你甲伊讲啥话，无讲清楚不准回。大家都拢走去避，阿伯阿婶甲阿姨，渐渐拢总无来去，亲像失落的孤儿。美国、加拿大的学校有来邀请去因家，自由研究免停校，毋过政府硬甲留，继续落去歹代志，赶紧爱想逃脱去，关系性命着细字，袂使互人去怀疑，逃脱路线的安排，国内国外拢招来。多他的安排机密待，车子嘛是未使载。多他计划真细致，大声对付业务伊，久无出门好惯势，阁留喙手变鱼鳍。日本朋友送护照，讲是拍无阁去瞧，换大相片真奇妙，阁送机票算有招。要上飞机迄一天，倒手叫做受伤人，轻松闪过业务旁，下面就是自由人。业务也咧写日记，等到水电自由时，三礼拜要讲异地，即声别空近死期，呼吸自由的滋味，互人袂记倒脱时，自由民主新朝气。台湾当时好几年，得到自由的象征，各国朋友大人情，台湾民主的天命，世界走动无通赢。离开瑞典安乐地，来到美国做新家，无嫌家己亏得少，要予台湾自由坐。到那2022年。专员有影是先知，总统普选已经是，新国家也咧等天时。台湾自救全实现，感谢先知从挂险，民主自由世界变，新的国歌咱来编。歌到这要结束，祝咱大家拢快乐，祝咱平安大幸福，后摆定定来联络。我到这要切拜，自由宣言报恁知。朋友听了也袂歹，我扑个声再甲吹落来。吹落去，感谢感谢。真好吼！啊，咱即马伊迄个，咱就来请杨妹来甲咱唱伊个几拍个一部分。啊，咱要介绍杨妹要唱的进前，咱的确爱来介绍即个杨妹吼，因为伊是算做讲伊是优秀腔直接的艺星啊，所以伊会当甲即个迄落直接安尼来学习，这是足无容易的代志啊。想要请教杨妹，你是安怎甲？即个咱即个国宝秀清老师熟悉诶。
哦，我就是，有一天我伫咧 YouTube 顶头啊，伫咧找一款台湾文化、传统文化的影片，啊，就拄拄好看到吴秀清老师为伊伫咧唱迄个《周行过台湾》，迄时阵我是头一摆看到念歌，我就感觉讲哇，足感动，因为伊念的迄个歌调，就是我细汉时阵上爱看迄个电视歌戏的迄款歌调，我就感觉。足亲切的，啊，所以我就伫咧一直找伊的资料，想讲啊，这个阿婆阿嬷毋知是啥人，就找找找，伊拄拄啊好，就是有一个表演演出，敢若，啊，我就去迄边去看老师，啊，就伫迄边时阵有拄着迄个老师的另外一个学生，个性就是地理老师，伊就甲我鼓励讲。啊！你赶紧来学，我就本底想讲，啊，我就无闲啊，而且我迄个时阵台语拢讲啊，就无遐好势。我就讲啊，等我以后才来去。伊就讲袂使，袂使，这袂使等啊，你爱趁少年时阵赶紧来学，安尼国宝就是嘿，即满年岁嘛大，所以我就伫迄个地理老师鼓励，我就去学安尼。迄个时阵，头一届去学，应该是2011年。啊，我就对迄个时阵开始安尼，啊，毋过中就是我有一寡代志，我有无继续，就是有浪费你安尼，啊，就是尾仔咧，迄个文资局，就是有咧选迄个艺生，我就去考安尼，啊，足好运诶，我就考掉啊，我就做2年艺生，毋过，吴秀清老师就今年又转去啊，安尼我就无法度继续学安尼，毋过哦，我所以，会不过我嘛是想要甲老师这一心伫咧拍拼，这个艺术继续甲老师安尼传落去安尼，多谢大家。哦，所以你甲伊接触是2年的时间尔，哦，真不是是不可是，就惜。是做艺兴啊，啊，做艺兴嘿，对对，啊，毋过之前就是有，啊，未做艺兴之前就是有去找老师上课安尼。哦，了解。啊，杨妹吼，伊即嘛是迄、那个，印度。舞蹈的专家老师吼，啊，伊有一个，伊搁替咱的单位雄狮搏击 Parkes 的，甲咱伴奏吼，哦，咱有伊来甲咱伴奏了后吼，规个迄个故事性吼，拢全啊安尼活泼起来，足好听。哦，因为甲即个雄狮搏击用月琴来配乐吼，是上舒适的，啊，所以讲。哦，阮即马拢毋免烦恼配角无，去找无人的问题。啊，咱即马就请杨妹先来甲咱迄个唱细南兄的几拍啊，吼，因为这全部唱，迄个可能唱不完。哦，啊，我即马，这是伊要唱的所在。差不多六拍。好，来，把我声甲吹落去。哦，即马会使开始啊吼。哦，开始，嘿，开始。因为。
精彩诶，吼，破声搁较脆。好听。哦，啊，请问这是啥物调？你敢若有变调呢？你，哦，我头先两拍是七厘啊，啊尾啊咧就是三拍到第六拍，第三拍到第六拍是哆马调，安尼。哆马调。有，所以这是用两个调尔。哦，好。好。安尼。咱感谢杨美有伊安尼，甲咱弹落去安尼吼，好啊，加足精彩吼。啊，无要紧，咱搁个，嘿，只差真侪。差真侪，嘿。嘿，啊，所以讲有做客的人，爱唱的人，爱唱的人。嘿，啊，即马吼，咱继续说落去，吉娜吼，吉娜伊今仔日，伊是有阿美族的，即个迄落血统啦吼，啊。伊过来台南吼，啊，伊担任即个二十几档的台语教职人员吼，各小各中拢也做者政治的吼。啊，阮咧甲因做，伊本身就是一个换名册啦，实在讲，因为吼，只若变啦，有伫读册回来底吼，阮的疑难杂症拢哦，足紧就解决起来啊。伊会使讲是哦。阮的老师的老师啦，伊真正若是甲伊遮的生活经验会当甲伊写落来，出版一本册吼，这真正是对咱台湾的文学嘛是一个足大的贡献。啊，即、這个吉娜，我想要请教你一个问题。请讲。你伫即三天的练歌赢队，毋知有得到啥物收获吼？就是讲有得到啥物利益安尼？哦，我其实刚开始我是讲到这作业这部分吼，我其实是有压力的。啊，我唔一点啊，我唔知要安怎写。啊，只是讲我这本来是爱听故事啊，去遐知影讲，人的歌啊故事是安尼唱出来。啊吼，所以我刚刚学着讲哦，七字伊是一句七字，啊四句一拍，啊然后二双句个徛句吼，你第几声不要紧，啊二四就是双句爱平声，吼、哦、我刚刚学着这个，哈啊我就开始，我是每工每工去按，我想讲迄作业应该是。袂遮尔啊严啦，无教无要紧啦。我个准家准做迄种个心态去，啊去遐，嗯，嘿，我无迄个 ，Hello， 哦，好，我是无按算讲，我会有先三种个代志。是啥物人咧讲话，甲关起来？所以我去遐我。嘛是迄一天，我确定讲一定爱交作业，我会啊，我才开始写。安尼啊，但是我是讲，我去遐我发现讲，歌啊真正要写无遮尔啊简单啦。
唔是三工两工诶，我是感觉真正是安尼，我诶感觉。啊，毋过家己写出来时，你会感觉讲，我嘛会使哦，吼，我会敢写出来，即种感觉是，本来我是足爱困诶，啊，写出来了，我会感觉足欢喜，欢喜到困未起安尼，迄种诶感觉感受啦。我收获足侪，啊，而且我伫遐演戏诶时阵，我感觉遐少年囡仔，我足感动诶。因遐囡仔服务诶态度也好，服务诶迄个幼做幼路诶，注意着足侪幼路诶所在。我是感觉伫遐红顶老师吼，甲遮个囡仔带了足好诶，甲遐个大学生遐个囡仔带了足，遐个囡仔真正真好。吼，这是我上解感动诶所在。啊，听讲即个咱这念歌，搁爱有即个起鼓啊，搁啥物？过个爱刷哎，了，对对，伊头前有一个，嘿，伊头前是起过，啊尾啊有一个收煞，哦，这是咱歌的一个迄个特色啦。哦，你故事是插入中，头前一定爱有一个，你要讲啥，还是讲你要念的念歌的人的自我修改，拢是伫头一段，伫头一段，吼、哦，啊尾啊收尾的时阵，吼、哦，就是爱互啦，互咱诶听众祝福，吼、哦，这是咱一定固定诶形式安尼。所以吼、哦，自头到尾，哦，头尾拢爱一定爱有，这是咱念歌来念歌声吼、哦，一种诶形式应该爱有诶，嘿。啊，是讲咱即马都已经，较早是讲乞食人咧。分咧唱诶，啊来到现代，感觉原来搁爱起歌，迄阵啊是咧因为咧卖药啊嘛，无，那早搁着搁前有哪爱无搁安尼吼？早前吼，早前念歌无的确是咧，有乞食人吼，要去分诶时阵，为着要会当分较侪咧，伊会用念歌讲祝福，讲好话，啊讲伊诶心事，讲伊甲。甲人讲好话，安尼会使加分寡，吼、哦。啊，但是大部分拢有，伊早前拢有诶，搁爱买，去茶店啊坐咧，泡茶，真正咧泡茶，啊，人搁念歌，讲故事互逐个听，啊，搁一股茶啊，搁偌侪钱安尼，吼、哦。啊，先煞听念歌，啊，念歌伊会讲故事啊，讲一寡人情义理啊，吼、哦，啊，社会事件。啊，遮物件呢，就是透过因咧念歌啊，甲即个社会教育，甲即个社会传送一寡消息。所以，因若今仔日听无了诶，明仔载个要另再搁来听，要一段一段咧，迄种诶，敢若开始啉茶啊，听人讲古安尼，迄种诶感觉。啊，所以歌啊吼，足伊煞歌册有足侪本啊，足侪咱台湾留落来嘛正侪。啊，伊就是用即种诶故事，互教化社会，啊，传送一寡理念，哦，啊，传送一寡消息，啊，社会状况，哦，所以讲啊，讲这是真赞的一个早前减诶娱乐啦，现在娱乐，吼、哦，啊，即卖因为咱诶科技诶娱乐太侪咧，所以这个渐渐个没落去啊，无人会用啊，啊，毋过即卖咱甲你看伊早前诶歌啊，伊有足侪。做些咱的智慧、生活智慧啦、文学性啦、吼、哦、生活的文化的记录啦，这拢是会使搁较捡倒转来。啊，而且若旧的，咱即马吼会使甲新的咱即马社会发生的代志、新的事项、新的物件，搁写作新的歌啊出来。我感觉这安尼嘛算是咱台语的一种文学传承，民间文学的一种的传承。这是爱甲咱以早旧诶歌啊起来做背底，啊，甲咱新诶物件甲套起哩，吼，啊，搁个新诶创作搁出来啊，安尼，我是感觉讲，这是需要有人来做啦，嘿。好，真好，你已经细胆遐已经做一趴，啊，你嘛是咱续接过来第二趴，啊，我感觉你即个做你即个创作吼，足特殊诶！讲我哪会遮贤歌吼？你即个故事足趣味。啊，我毋知影，我是想讲你即个想象力是为倒诶？你伫迄个安尼临时临时，你着会当甲想出来？毋知你是安怎迄落悟出来？我都，我都有讲过啊，我就是
你想讲哦，这作业一定爱交呢，啊，就紧写出来。我想讲啊，惨啊！我都母母哦，母拢无，我干那母就讲一句爱七字，爱四句，四句一拍，爱三十拍，我开始咧结头壳啊！啊，你结头壳真正迄下暗，我食饭饱，我拢开始啊，我开始做认真咧写。啊，甲我带做伙迄个同学，伊嘛做认真咧写，啊，伊是考啊比我较认真，已经早个串咧，但是早个拢串啊，啊，只是咧改字改数，啊，我是拢对零开始打咧写尔，所以我比伊较串。啊，当我写了时阵，爱号名呢，我想讲，啊，这篇我要号啥物名咧？啊，尾我有讲，因为我有讲，我那只咬 AM 就写出来，我讲讲，我那只咬瓜。原来是安尼，我来才敖看。哦，伊个故事真正足趣味个，咱会当吼，你即马咱着甲伊时间交互伊家己来，伊讲伊来才敖看。好，个用安尼安怎搞个？哦，真正是足敖个啦，嘿。我家己包考车啦，我先来量，我哪会才敖看。各位朋友，我总请，这那就是我的名，想要来学人写歌，大家来跟，大家来教我跟习名，为学写歌来擦啦，歌创作真肉卡，规矩还阁会啥啥，道具用卡乌白沙，初初才来试验正，写到磕磕心惊惊，唔知底在要写啥。只好讲个予恁听，讲着大海看茫茫，鱼虾世界乌白藏。若讲倒个上解用，无想比过海岸强。一只海岸大海里，要流浪是真大机，身躯极大无底比，海里上大只有伊。尾仔大拉一个线，海面起影小刷莲。欢喜，欢喜到地大力顶，喷出水条悬拄天。功夫真短，予人看，风神表演展才华。抓准世上伊上大，扬起柯西亚兼唱歌。海花放上一大块大代志大事件，海底先来讲风听。画顶公布有咧写，放上大布要采食。一日刷鱼来甲报，一尊大佛正人保，形水大班地官无，庄严官大大金宝。孙仔随后嘛来顶，迄尊佛仔真大身，有影世上足罕见，可能管理一点点。海翁听了真野神，我才毋信偌大身，比山较悬，免相骗。讲我悬，比我讲有我悬，比别人。讲了，起身就收起，要去看伊什么事？要去看伊什么事？甲伊关家来相比，看是我悬，也是伊。收到画边，一个看，不然有影徛伫花，真正有影无臭蛋，看得互伊对心肝。嘴里哪念心哪着，起性落地心袂溜，未输甲人结冤仇，无人好打劝伊休。海底刷鱼着较赞，无比哪会知啥人悬？为要证明上大汉，叫人来牛上简单。大埔边啊一佛寺，一个和尚笑眯眯，看伊盈盈无代志。叫伊提笑来解疑，和尚提笑来到位，还阁搬来一支腿，先爬不拉的大腿，再阁扭到伊尾椎，哪爬哪扭，看看是点偌钟久到嘴边，有影硬到的代志，扭好添加吐嘴子，刷落海翁收我去。慢慢慢慢收来到岸边，花香叶笑真细致，叫伊身躯多叹气。海洋身躯骨溜想，
花香唔知安怎样，花香无想要甲休，海翁无要放伊休，花香叫伊爱冰刀，详细扭甲规半步，才来扭出伊悬刀，腰酸背疼强要酥。花香扭好一个歇，规日规身人是软烧烧，海翁急要看济少。心讲心讲花朵哪里烧？花香歇煞看结果，毋知敢有较悬无？有影比不搁较落，差一公尺遐尼多。海翁比野一个爽，臭羊就要乌白撞。大不雄雄大声讲，你也毋通想青讲，大不坐咧无徛起，若无有通轮到伊。叫伊唔通想臭屁，天外有天爱谦虚。故事到这要切拜，有这机会来就台，这摆讲了较清彩，我别乱讲无大才。感谢大家诚心来听我伫这咧闹下海，写歌这是我头摆，手是哪写，嘴哪爱，听歌实在趣味呆，歌写着。写到我才知，三冬五冬困难待，毋是凊彩写会来。参加即届演习营，全程服务真好命，所有人员足拍拼，多谢努力陪阮行。时间真紧，三天过，互阮学到有够多。伫遮祝福咱大家出入平安，再福泽。多谢。哦，大家抱啊，甲吹落去实在真啊，有够趣味，海岸甲本。哦，啊，咱即马着请杨妹来甲咱唱一下吼，哦，互咱佫更加佫愈精彩。好的，谢。好，我要唱八拍尔吼，嗯。好，安尼我要开始啊。
有够清楚，伊即摆即个调得阁变啊足轻松诶吼，啊，请问这是虾米调？头一拍是七里啊，因为阮阮念歌就是第一拍，通常阮杨老师啊，就是较爱用七里啊做开头，因为七里啊较有变化，啊较慢安尼，安尼敢那豆豆啊安尼讲出来，甲这個故事。啊，刷落来咧，就是第二拍甲第七拍拢是江湖，因为伊这里就是咧讲故事，所以我感觉用江湖调足适合的。啊，我就是因为内底我有差一点仔口白，因为我是杨秀平老师的学生嘛，伊的特色就是口白歌啊，所以我就用一点仔安尼讲话安尼。啊，刷来尾啊，就是要结束嘛，我就想讲就用一个七里啊，你家己收尾一下安尼。嗯，哦，真适合这个，迄个拢，所以要唱嘛，就爱看这歌词是要表达什么吼，来用什么调了，爱去按歌安尼。嗯，哦，好，啊，咱刷落去要来请咱的吴嘉明虾米吼，啊，虾米我应该唔免介绍，大家应该拢真熟悉啊嘛吼，啊，虾米你是安怎要挂嘴烟呢？这个是你，哦，虾米啊，想要。请教直接来请教你问题吼，算作讲你你敢那是有想要甲咱，你是想要用迄个台语先来甲咱用迄个找台语书店来甲咱看讲哪些歌伊要安怎做迄落是毋是安尼？虾米老师，你无开麦去吼？虾米老师，你无开麦去哦？你有开麦去，但是奇怪，无听到伊讲伊的声呢？虾米？虾米，你无看到你的，无听到你的声音呢？伊今仔日有特别吼，要来甲咱分享伊个，要教咱讲用找台语即个吼，要安怎甲这迄落唱歌个拍步吼，会着随练起，就是讲迄押韵个所在。虾米老师，你即马线顶连线有问题是无？伊是。走出来还是安怎？还是即马咧连接？敢那即马是咧连接呢？虾米要伫遮，虾米又开麦鼓，但是无声。虾米你敢会当出声？哦，虾米啦，虾米伊即条还佫较刺激，这是十八禁的呢，吼、哦，这所以大家心中爱掠好条吼。哦咱遮应该拢有满十八岁啦吼，所以伊这个也是迄落歹势安尼较有声。哦，有来啊吼，来啊吼。哦好，那、我着用电脑麦克歹势。哦，啊你拄仔是安怎来，阵啊无声去。好啊，咱迄个找台语上尾好无？上尾好，无要紧。啊，下面请问。你怎样想要参加这个念歌队？哦，我看你文武双才，啊，你这个嘛拢有迄落对着的。啊，你要参加的动机是啥物？动机哦，几哪个呢？第一，当然这是大家一个做我家己感觉做宝贵的一个资产。啊，你若要读文献，其实其中一个部分做多济，就是歌词。啊，另外就是我拄开始学台文，其实我头一篇
作品我就是写七字呀。诶，伊当阵是跟迄、那个去社区大学跟姚志勇先生学。啊，伊因为伊甲伊嘛正爱写即种较像歌谣性诶物件，所以当阵拄开始我就是写七字呀。啊，尾手较无时间，所以就较无咧写。啊，另外就是我家己咧教课诶时阵，其实我嘛有咧教人写。啊，当然我写是干呐书写，毋是讲迄种文学性诶。啊，所以我一直感觉讲，就是着有做想要，有即个机会着真拄好啦，着做想要去参加呢。啊，另外就是讲，因为伊有一个，就是拄则拢有讲嘛，就是伊若要参加，就是你爱交一个作业着对。啊，迄个作业阁爱比赛着对。啊。我是就是借这个机会，逼家己写一个作品就对啊，因为平常时也想无闲，无时间写。啊，其实我嘛是，我去之前干呐有时间写差不多三四篇呢，所以我拢是，就是迄个赢队第二天，到第三天天光的时，就是拼命工拼出来，所以我嘛是足赶啊。我是就是迄当阵要写诶时阵，我着有一寡想法，就是要写啥物方向。因为其实我咧看即卖有咧表演，就是念歌诶迄个诶人啊，就是因表演诶内容，做侪就是拢是较古早，而且有一寡拢是中国诶故事啊，迄个我着较无经听啦，啊，所以我着感觉讲应该爱写一寡。较现代的，啊，所以我就是借这机会逼家己写，嘿，所以我就是嘛，真感谢这个主办单位，就是台湾文学馆甲迄个台中教育大学丁宏明教授共同办这个营队。以上。好，听讲黑米是第一名，嘿，头名优等的，嘿。有三个啦，毋是我。唔是哦，哦，不要紧，反正咱出去的，咱的读册，啊对，啊，咱这个读册会台企生的成立嘛是黑米发起的，所以，请阿官来主办安尼，啊，但是是黑米发起的，啊，所以，阮大家拢伫只学着济济的物件，啊，请问黑米这个。古早的歌词，啊，甲咱即马现代的文学，你感觉有啥物牵连无？对咱即马的写现代的小说，会当有做啥物迄落？我家己感觉就是，其实我拄只讲就是，我感觉迄个题材方向，哎，大家若写大部分时阵，我是感觉会使去思考的一个重点，因为。台语若是讲台语，即马就是落，讲较歹听也是落衰啦，就是废堆去啊。啊，所以就是若要传承，就不管是台语啥物款的作品，还是相关的迄、那个表演啊，是讲创作等等，我感觉拢爱去思考现代性即个问题，因为你若无法度。哦，较少年的人有法度理解，是讲有法度感受到你写的物件，其实这物件无可能传落去，就是无可能传会落去。看，就是我感觉作品要写，就是爱去思考这问题，嘿，所以我才会特别讲这主题。第一，就是我写的主题是真正即马少年人定定会用的一款软体，就是。交朋友的，啊，当然，迄个交朋友可能毋是单纯交朋友，嘿，所以我才会调伫写这個，啊，另外就是我调伫写十八禁，啊，我感觉这种题材较会吸人看，因为这就是人性，所以我感觉这种物件会，就算你内底内容，就算你看无啥有，毋过你会感觉想要想要看，啊，而且。内底遐个一寡艺术内容，你若看无啥有，你就特别想要去了解，遐是咧写啥？以上。恁迄阵去参加时，你估计遐少年的
三十个内底有几个少年的？我所有的少年差不多40岁以下，像你这种的少年的。我无特别算的，不特别算个。一半啦，嘿。一半一半，吼。咱即马吼，请伊直接吼来甲咱分享伊的作品吼，大家心中吼，即马迄落爱迄落捧火条，唔通迄落心中跳出来吼。伊才18斤的哦，安尼画面看到吼。有嘿。我这部歌叫做《五更玉骨乱爱歌》，都看到这是18斤，我就来念一下啦吼。当然其实念其实较无趣味啦，我感觉歌真正爱歌唱，较有迄个气，种嘛，大家等下看了应该。感觉这个物件有人敢唱，我感觉就是真有勇气。所以我嘛真感谢，等下有咩甲我的作品唱几拍安尼。好，列位诸君，咱总请小弟阿明来到这，玉骨金骨歌片写，打来念歌互恁听，唱出现代一挂诗，观念得变得合时。少年男女生情意，一暝五更原啊是。青春肉体一万年，恩情爱情二一次。双人未看有佮意，小姐过暝免看时。杨花水性错查某，海哥猫仔换查甫，拢是过时爱执顾。健康看胎是头路，阿基今年24。因兜送就是伊，忍训练有坚持，落脚40肉定筋。拄出社会哪作战，来到打到红车坑，无用试试个个练，逐工膝头小煞练。孤身一人未挨苦，自由自在通占多，较赢替人照顾某，欢喜每日。困坎坡，感情飘撇浓流连，三不五时会上身，久无食过变野生，一时夭寿起花灯。现时人人有宝贝，下手机啊顶下回，服务便便免伤催 ，App 抓来更加杯，交友态度靠关系。软体功能坐下坐坐，听声性别更好势，自动带来画面多。爱人仔的相片水，肉感如水花长开，有缘有分趁即开，两人做鬼杀做堆。有我的缘短暗短，对上一个煞一个。会去倒边无面地，八位正边是我的。天顶落土熬生鲜，地下落水会光炼。看上食无干那个，亲像妖怪片香烟。双方甲目则开放，会当互相来疏通。暗配人人拢甲落，有缘山顶初相逢。小少赛车上高速，网络乱来人寂寞，无影认真解孤独，较济单单来作乐。探问阿娘来下过，着爱步数熬结话，个人本事人喙花，无步着爱顶大锤。拆八拼命三探跳，一暝小宴请思量。尊公对看共心向，阴暗约束伫房中。一家来到心挂掉，好铁路你请听候。公会拄着茶甲草，小拄随时硬搞搞。双人小懒难斗斗，两指圆圆直直好。白泡烂甲吞落喉。嘴空结酒来起头，
家发崩起火性，衫裤即时太着穿，生生帅帅放互冷，赤体裸体见原形。两粒山头顺餐水，大饼做事烧个雷，山腰爬到上官位，乌乌啊啊单册雷。三家来到草，三家来到草山口，山里坑中一条沟，世间人人惊卡狗，花香上爱入来头。洞坑门口有瓦眼，教囡仔来头缩寒，下吞下放下共坎，日去露水流潺潺。四家后脚过那下，爸母弹落搁断细，阿娘做顶我做下，阮爷无啊吃五下。大棍叫歌你敢知？人若痛甲。只熬呆，圆圆外弯，圆外街，时时甩甩，时甩开。五家花香叫唔假，高囡仔头坐水家，白掌枕头倒平塔，规身躯汗喘哈哈。阿娘学了好体态，耳边哪闹哪塞奶。烧了好礼三款待，烧少后摆搁再来。念歌到遮要切拜，若要讲落言言甲哀，要紧代志着交代。做人负责莫伤害，感情一人一家代，个人自由来主裁，双方尊重拢要爱，撒去穿好。再来等，祝福大家大赚钱，找到好伴三坎甜，巧瑞达威十年年，三世下十最满期。以上，啊下底我有教一挂参考资料，大家若有兴趣读相关台语文，就是这款的物件，大家在参考。以上，嗯。你敢会当甲阮介绍讲，你介绍遮个特别是台湾复兴即个黄莺出谷，这是你去参考即、這个遮内底就是有拢有写着一寡无共个，就是可能有讲着做即款代志个一寡用台语个讲法，是讲描写个方式。有的就讲较白，啊，有的就是有一个画面可以去想象。啊，我就是有参考遮内底一寡用的一寡字词啊，是讲一寡描写的方式。啊，你拄则问的迄个是迄、那个古早用听的肉片啊，用听的肉片啊，吼，所以你连这你都甲变出来，还是来参考就对啊。有。这是真正人有无主咧出的，啊，我有买，因为伊内底就是讲台语的。安尼吼，啊你要特别甲阮介绍你内底较特殊的用词，搁甲阮解说一下无？好啊，我可能拣一寡，拣一寡较。其实我写这嘛是捡做侪事，其实我家己咧写物件，就是对我来讲是，就是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啦。然后所以其实我咧写，我用做侪精神去找一寡有古早有诶事，还是讲甲即个做一款代志相关诶事。啊，我可能看到大家扫过，甲大家讲，可能较特别，大家无听过，但是可能就是甲这方面较相关的啦。比如讲，那是咧演迄款的，就是像野生啊、吼起花灯这款啊，这个加杯，这就是咧形容查某人伊个性器官。
家己想象啦。啊，过来就是讲像做鬼哦，古早是做鬼，啊，有人讲做三鬼，哦，啊，做三鬼，啊，就是拢有的对。啊，黑鬼嘛是迄个意思，对，就是咧做迄个代志意思，就是你家想象黑鬼的动作。我看过先，一挂声音组你会家体会我讲。哦，啊像即趴我唔知道，哦，遮有我有特别写一家，就是二家到五家啊，迄是参考迄个五经过。因为我迄当阵就是听到即个，就是伊写的这个内容，我就感觉讲，因为伊拢写个做。一般级别的对啊，我就想讲那有可怜，啊，我就想，我就用迄个五经的概念感，这些物件可下入去内底。啊，像这個发疯啊、气灰色这款，就是拢是咧讲迄个代志。哦，有一寡无得看。啊，这个事其实是我创，我找无相关的，我就要家己想象迄个声音是安怎的，家己创一个声音输出。你家想象就是做迄个代志，会出来发个声音就对。咱念歌有咧星星甩甩啦，阴阴坏坏。嘿，有做济啊，都我说我有摕来用啊，像家里头看点，阴坏坏啊，阴坏呆啊，像呆啊、呆啊、嗨啊，这就是拢是声音词，有诶是动作，有诶是咧叫声。啊。有两个有几个较特别事啦，像回想，其实这是回想，在讲回想的头，也是有一个就是高音啊，也是嘛是在讲迄个高音啊头，就是在讲查甫人的身体观，就是你会知影该想象，所以这就是在写这样，差不多是安尼啦。其他我想啦，大家老有厝才开始去找相关的事。好。安尼吼，伊讲，下面拄只讲，这若敢唱的人，伊嘛真佩服。啊，咱即马就请杨妹来甲咱唱。我是高不中啊，你嘛唔敢唱。我当学个音啊，我就爱硬唱落去。好，落去。安尼，咱等杨妹唱了，咱再来请下面来分享咱迄个押韵迄个问题，好无？这下面老师以后会使家己学，家己唱，家己卡。精彩安尼，嘿，哦，下面要分享吼是真好安尼，啊，无咱就怎用下面的来分享倒啊？你的，下面要，咱若无听到你的听到声嘛，无听到有，今麦有无？即马是咧，即马有，即马有。好，就安尼，我即马就要开始啊吼。Yeah.
后壁较精彩的，好，迄个黑米老师唱。有够赞，多谢。贵人敢是要请黑米介绍迄个找台语？对，吼、哦，咱即卖先请迄、那个黑米你来甲咱介绍，讲要安怎押韵，要用咱即、這个你设计即个词典吼方式较紧。大家好啊！这是找台语的网站，你若唔知影，就是教典馆的这个 CHHOETIGI， 你就会使拍字，你拍中国语的找台语嘛找到。啊，这个网站是大部分计是呢，这个公开的募资计划，是一个公益的专栏，去帮助大部分的计是就是港区去发展，所以希望大家来关心。嘛来支持，哦，你若有兴趣嘛，会使来参与。拄则有讲到，就是你若有想要写七字啊两歌的吼，也是讲你想要找押韵的吼，咱找台语内底有加这个功能，哦，这是专工设计吼。你若唔知影，就是伫画面正面则有一个安怎找吼，则甲试落。内底有足侪说明，我直接跳到第三拍，才有一个正规表示式。哦，这是英文叫做 regular expression。哦，啊，话题伊就是一种，用一寡迄种，符号，啊，通去找一寡规则。哦，啊，咱有特别设计一个是即、這个，哦，我甲号做鸟车号吼，英语可能甲号，英语叫做 at 还是啥，我毋知，话题就是。即、这个你写 email 会用到即、这个符号，好、哦，啊，你要安怎用？其实写内底文字完整的说明，所以你若要记得啦，你就是看遮照遮内底说明去处理就会使。比如讲，遮有甲你讲，爱用相关的来出，哦，啊，伫白话字书字写遮找即个关键词，哦，你若比如讲，你要啊爱的文。哦，你就会使用这个 I， 后壁阁加一个这个鸟车号，就会使找到相关的词。头前可能有本来的音节，就是全部拢会走出，无同的声调嘛，全部拢会走出，包括后壁有第四条、第八条、波多歌会，全部拢会走出。所以你唔免家己拍，你就是拍 I， 就会使出全部 I 的文。譬如讲像遮看到的咧。菜安排无路塞，笑嗨嗨。哦，啊，你若唔知，就是同款安尼考，过来照拄只讲的相关白话字书字写。哦，所以会使登记即个画面吼，跟相关的书字写，写甲打落去就好啊。安尼就是你去找 I 的文，伊就会走出来。哦，比如讲咱看台语大词典，遮都有出现。哦，比如讲像遮阿塞、阿在、阿在、爱麦、爱顶顶啦吼，当然啊，这个全部你会使家己去看。哦，比如讲像你有看到台语大词典内底都两千几条。哦，比如讲我遮凊彩跳到后边，哦，像伊遮都有啥？哦，像这开开、改改、开来顶顶吼，就是足侪，非得就是全部拢是。上尾迄个音则是啊爱的韵的词，所以你会使全部拢找到着。这一步就真好用。这你若有要写押韵的物件，就是像七字啊，是讲像你有介意写迄种俗语，也是其他话你看的，是拢会拄着需要押韵的物件。以上。以阵啊，你咧设计这个时阵，你敢有想到讲这是甲？歌啊，有关系。
当然啦、啊，这就是特别设计来写七字啊歌词用。咱吼有这个虾米吼，啊，咱这台语的书写加足利便的吼，连这七字啊，这要押韵吼，原来是拢迄落唔免伫遐结头脑吼。好，啊，咱今仔日吼，就将时间来交予观众，大家来互相来 Q&A 吼。咱要先请陈伟生的来甲咱讲几句话无？好，大家好吼，我今仔实在真意外吼，无想着讲这个歌吼，这个古早咪啊，遮侪少年嘞对这有趣味吼，这实在我是感觉足意外，但是也感觉足好个代志啦吼。因为安怎啦？因为这是吼，咱台湾这个古早的物件吼，啊，加现代南现代物件了，啊，变作一个甘蔗上头甜吼，两个方面上好，咱拢甲揽起来，变作一个新的物件啦，哦，这实在是足好的吼。啊，当然啦，这歌。是算作真重要的台湾的民间文学啦吼，古早吼，啊，即卖嘛应当是会使甲算作安尼吼，甲看作讲甲这个台语的这个新的台文的小说同款吼。啊，咱来看看这个歌吼，咱这个即卖少年人喜爱的这个歌吼，有啥物新的物件啦？哦，第一吼，伊的内容啦，哦。伊个内容，我感觉这足重要吼。这吼，甲古早个这个旧个物件、旧个社会个这个物件吼，咱甲南这个现代个吼，咱逐日生活看到个物件落去吼，不管是政治啦、色情啦、吼、爱情啦、吼种种啦吼，拢甲藏落去吼。啊，第二就是伊个这个语言方面吼，啊，跳开这个古早个这个汉俄啊，这个语言，这个口口啊，也是讲会使说白了吼，啊，甲跳做吼南这个口语化落去，第三就是伊个文字的方面吼，啊，脱开这个古早这个汉语的这个说白吼，啊，给咱这个口语啦吼，啊，这个汉俄啦吼，啊是全俄拢甲写了。这是一个真活泼的物件啦，吼、哦！啊，干那少年人做会落去啦，吼、哦！所以这我感觉足新鲜，吼、哦！啊，足有意思，吼、哦！啊，这个另外一个感想吼、哦，我是感觉讲吼、哦，这个歌啊，吼，啊，用即卖现代这个方法落去吼，啊，变作一个要学台语还是台文？一个真好的一个方法啦，也是讲工具啦吼。一方面伊真心实，啊，第二方面伊吼会当互你激头脑吼，啊，找讲这个伫某某限制的条件内面会找到迄个适合的台语吼，啊，是文字出来吼，这是另外一个效应就对啦吼。啊，多谢。多谢少年人的这个创作的力量，多谢。今仔日因这三个人的使用吼，诶，这个词拢足简单化，拢足口语的迄落诶用词啦。啊，但是虾米伊是有甲古早的词搁捡倒转来使用，我那是真好安尼。啊，咱即马会当开放。佫贵人有一位叫做民生有野手哦，哦，民生为好来，甚物即马生野手的人先赢吼，来民生为民生嘿，我伫遮拢无看到野手的呢，好来，啊，这伊是无小心夹着，还是伊要问问题？哦，啊，欸，是无小心夹着，可能是要拍到我。现在伊即马手放嘞，哦，安尼哦。无是要请林光兄甲咱讲几句话无？好啊。
啊，嘛无看亮光影嘿。呀，歹势，我今仔日较无声吼，互恁互逐个别人讲好无？哈。哦，好，我有看到DBG 有来，但是伊无牙签。伊无牙签吼。好，啊，咱迄落阁有其他诶人要分享诶无？请逐个会当来，逐个分享即个念歌诶，即个迄落。咱今仔迄个诶人不止啊侪呢，毋过迄落欧洲、迄落美洲迄边诶人可能较少诶款吓。逐个正对这个，透过念歌，真正是逐个拢正有即个兴趣吼。来，啊，搁有啥物人要甲咱分享嘿？即、这个嘛，你别好，我讲加讲一句啦吼，好好。即个念歌今仔咱看到遮吼，我想着讲即个老南方吼，甲咱台湾过去的歌戏吼，改做伊的内容吼，甲用即个真无共的内容，落去用歌戏的方式来甲表现出来，像讲桂花一啊，遐古早的故事嘛，同款，着旧的甲新的，好的所在拢甲连起来，安尼，甲迄真相像啦，我想着迄、那个，呀，多谢。啊，我是去想到黄南海迄天，伊来分享迄个黄南海的朴树，伊甲歌甲改做清唱剧安尼啦，西洋的清唱剧，哦，迄嘛拢改甲足大波的呢，好来，我想我来问一个问题吼，我毋知影讲伊即个歌，伊到规定讲一定爱写偌长。因为我感觉故事听起来嘛，不止遐长吼，啊，所以伊当然你也写较短，你可能就较好写，但是伊不止伊的规定是安那，敢会当去上课的人，敢有人会当回答？无规定，你在你要写偌长偌短拢。哦，OK。啊，我看恁记者拢写差不多二三十趴嘛，吼，你迄个黑米，你即种是20几趴吼，30%，因为迄是规三十定，趴，是迄个领队规定的，逐个人拢爱写30%。哦，野队规定是30趴，啊，但是普通的写歌啊是无规定。在你啊，像迄个酒店房，伊有出一部桂花源，伊迄，我袂记得全部几拍，毋过伊唱的时间十几点钟。几点钟？嘿嘿嘿嘿。十几点钟，足长哦。请问吼，即个调拢总有几个无共的调？哦，这都要请杨妹来给咱回答。哦，嗨，雕哦，就是以前迄个歌仙，因伫咧唱的时阵，就是像迄个李仙啊。因拢是用江湖调较济，啊，佮有，佮有写十念嘛，啊，毋过李仙伊佮有用家己创作的调，啊，就是以前拢无用迄个歌戏的调，甚物七里啊，我今仔日用的迄个七里啊多嘛，迄个拢是买啊的人才家己加入，才家己藏入去，就亲像阮以前，阮杨秀清老师，伊就是受着迄个歌戏的影响，伊就去定定去听歌戏，所以会去捡迄个歌戏内底有一款，诶啦，变调、新调，啊，毋就是啊，传统啊，因为老师伫咧唱诶时阵，伊毋是敢若江湖够有十念嘛，伊嘛是有迄个七里啊、哆嘛啊即款诶。所以你讲啊，你若是要用迄个变调来唱，我会使扣足侪，因为歌戏诶变调嘛，足侪。毋过这毋是主要诶，因为你变调迄个歌曲诶，迄个诶 melody 是固定诶，所以你有时阵要用即、这个。唱这个歌的时阵啊，你会发现会多字，就是你唱完，拢人拢听袂出来，你咧唱啥？啊，所以咧，伊，
我们就没有，无讲吼，啥物拢用这个便条，我们就是较爱用迄个干芋啊、刺梨啊、豆嘛、杂粒嘛。我前面头拄啊讲这些，迄拢是吼，伊的迄个 melody 是随迄个你歌词是啥，伊的变化啊，所以较袂道理安尼。嗯，安尼敢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多谢，好，谢谢。我伊都捌听林永敏伊个一个演讲，伊是讲河马的史诗啦吼。伊迄个就算就是史诗啦，啊伊是咧讲咱台湾吼歌调，这就已经是算史诗啊啦，咱台湾的史诗啦。啊爱有够长度呀，因为伊要正做一个史诗，就是会长度爱有够啊。伊讲即马目前上长个应该是梁山伯祝英台嘛，即波还佫有一个，毋知倒一波我听了袂记啊。啊，若是像讲，咱拄仔下米老师有介绍讲，周定邦有写一个，迄落十几点钟个吼，无得确伊已经佫创造一个历史啊嘛，无一定。啊，因为我感觉。林永敏安尼会解说时，我突然个嘛是感觉讲，敢若有道理呢？因为河马的史诗伊嘛是拢是用押韵，啊有几拍，落伊迄原文就是安尼，伊迄的确是有押韵的，啊有伊落安尼一拍一拍，伊落故事，佫是故事性的安尼。咱即个歌戏基本上就是一个故事啊，啊咱嘛是有即个押韵的即个问题，所以咱若是安尼去甲想象。这若留予咱台湾安尼留落来，我感觉这嘛是一个足无共款的，咱台湾的史诗啦。所以讲，像今仔黑米写这個，伊嘛有讲，伊这是带有少年人介意的口味。啊，拄啊吉娜这个吼，就是咧讲，会当嘛是会当改编做囡仔册来迄落，伊这故事性嘛是足趣味的啊。细男兄，伊甲即个潘明敏即个政治家吼，伊会当安尼甲伊用足简单诶迄落字甲写出来吼，安尼嘛是互人正会当了解吼，安尼都已经脱离咱因诶即个押韵诶即个字数啥拢照规则来，毋过因已经从新诶故事用囥入去伫即马。即、这个新的内容内底吼，啊，甲现代有结合，我所以讲安尼，咱的歌啊，就应该就是有会当传承落去。哦，拄啊，即马即啊有一个陈秀基老师有在讲，若是因写出来，因为歌啊作者是足重要，啊，唱的人嘛足重要，你无作者啊。无唱的人拢袂使，啊，毋过这基本上这是两项代志啦。因为你要安怎唱，迄着等于搁再一个表演。啊，你创作的人有当时啊唱一个，聊天顶伊着有过来版本，一直改，迄嘛是拢一个版本。啊，但是一定有一个起头，啥物人开始创作，啊，啥物开始了，啊，即嘛。嘛是有人回应讲，拄仔进来老师，伊迄个故事性足适合即个来甲改编做，红仔册啊。桂兰，迄个水叔阿官有野手。哦，好来，官来，请讲嘿，因为我伫遮拢无看到人野手嘿，看袂到。大家好，我是老台语水叔，台语声阿官，我有三件代志要讲。第一件代志就是，这其实，今仔日。分享者就是也是有参加台湾念歌读册会，啊，今仔日第二摆听，我感觉愈听愈新鲜，而且阁有杨妹来唱，迄感觉规个都阁愈无同啊，嘿，多谢恁。啊，阁来就是第二件代志，就是台湾念歌读册会吼，大家若有兴趣，欢迎做伙来甲阮做伙读册。伫台湾的时间，逐礼拜三的暗时六点吼。啊，澳洲是伫差不多中昼即个时阵，啊，因为头个是台湾念歌集，即是迄落台国，迄个台湾文学馆出的。啊，毋过伫内底会当学着即侪物件的，咱就会当来创作看要即马讲的绘本，啊，是讲咱新的少年人佮伊的内容拢真好，所以欢迎大家做伙来。第三件，我想要 promote
一件代志，就是记迄个台咱的台湾文学奖吼，内底就是新诗，啊，佮有小说嘛。这是照华语的因迄种理路，啊，毋过既然台湾念歌是咱歌册念歌，这是咱台语的宝，咱是毋是应该伫台湾文学奖爱增加即款，才会当甲咱的即个真正宝贵的资产会当阁继续来创新，阁传承落去。所以，大家人请把这件代志记起来。若有机会，恁去拄到文学馆的馆长，还是文化部遐个官员，有机会大家做伙来甲因讲，啊，希望这件代志会当成功。好，多谢。多谢阿官吼，阿官伊咧画阮遮个读册会的盘吼嘛，足用心的吼。哦啊，陈瑞老师要阁讲话吼，来。啊呀，那有人要先讲无？那无我来讲。好，再讲。好，这个，咱不管是台语文学啦吼，还是歌啦吼，咱这个念歌、歌戏啥货种种吼，啊，我想这个咱上长期的这个意向吼，还是意愿，就是。要来创造，也是讲建立咱台湾的文化啦，家己的文化，吼、哦，或者讲主体文化，吼、哦，不管是电影啦、戏剧啦、吼、哦、歌啦、吼、哦、小说种种啦，吼、哦，咱我想啦，吼，咱的五万啦，用东西。要来建立咱台湾家己的文化，吼、哦！啊，伊后面的意思就是讲，吼、哦，咱要来放下过去，吼、哦，中国人和咱的这个因中国人的文化，吼、哦。比如讲，咱拄只有讲到讲牛三伯啦、祝英台啦、吼、哦、白蛇传啦，吼、哦，我认为根本不是咱台湾的新的文化，这是因中国人家己的文化，不是台湾人的文化。所以，咱要捡古早的台湾的文学的时阵，咱就是一方面捡伊的优点，啊，把伊的这个，那讲较重的话，就是讲把伊的杂质给丢掉。哦，啊来给咱这个咱台湾人现代的新的，哦，有将来性、主体性的思想、感情、甲人生观，肯，哦，这安尼我感觉安尼才有一个新的画面的艺术伫心内面，哈，好，多谢大家。哦。陈瑞老师甲咱讲的这个，就是咱今仔日的重点吼。因为咱拄仔咧讲荷马的史诗啊，咱就是像咱即卖周定邦老师，伊既然有创造这个十几点钟的爬手，我相信伊应该有超过迄落这个长度，算长度爱有够啊，啊嘛是符合讲。陈瑞老师的回应就是讲，爱把遐个迄落杂质去掉，吼，把好的捡到正做咱的。我感觉这就是咱今仔日要歌戏要推杀、要推广的重点。真正老师是把重点，算作把咱做一个结束就对了。伊真正是讲到重点啊，哎，这是下贵人吼。多谢大家吼，因为我即马知影讲台湾吼，即马已经真晚，已经超过十二点半吼，啊，所以我想咱今仔日会使伫遮啊做一个结束啊，迄个后礼拜吼，咱有请到迄个金马奖最佳纪录片迄个电影叫做《斗阵》吼，迄个导演要来甲咱分享。啊，所以希望咱后礼拜吼，大家阁继续来参加。啊，咱今仔日节目到遮吼，啊，所以也要离开的人会使先离开。啊，准讲要阁继续小可开讲的，我会当即个
即个 meeting room 会加开十分钟啊，吼！啊，所以你若准备有啥物话要讲，会使留落来开讲，啊，要离开嘛会使。多谢，多谢贵人。哦，多谢杨妹，多谢黑米，细男兄啊，即个子呐，哦，因表演甲足好嘿，足精彩嘿。精彩嘿，新的作家，新的文学拢总出来啊，多谢大家嘿。多谢大家，多谢邀请，安尼我就先落去咯，离开咯。多谢杨你妹。实在真搞笑哦，杨妹。无啦无啦，多谢大家给我机会，我嘛真欢喜，因为这三拍这三个剧本拢是无共款的，无共款的，就是我唱起来嘛就趣味的。多谢大家，以后有会过再找我来唱不要紧。哦，阮足需要你的，因为杨妹，好，无问阮题。读册会的时阵，伊拢会当甲阮讲啊，即若即个调若是安怎吼，啊，因都无法度通去唱，无法度去表演。所以啊，有若啊毋对，就又出现即个问题。啊，所以我是感觉讲，拄啊有唱的人啦，因为作家有当时啊会有点打气啊，拄啊好有唱的人，会当来甲咱指点安尼，真好安尼。对啊，其实我会使甲大家分享啊，就是即个五更迄个啊，其实我有一趴无唱啊，迄小少赛车头，上高速，网络恋爱人寂寞，即个因为阿文拢是阿迄个。K，迄个足歹唱诶，伊全部拢是嗦、木、哆、啊个作乐，所以我就即个唱真歹唱，爱用讲诶，所以即就是讲写即个歌啊，写歌词人甲唱诶人，伊诶思考诶方式是会无共款。毋过我感觉即袂要紧，因为你也无一定讲歌词一定爱用唱诶嘛。啊，所以而且阮即马就是杨秀平老师阁发明即款即个歌。歌啥念口白歌啊，所以有看到即款较歹唱的，就会使直接用念的，安尼就过去啊，对，无要紧，对，嘿，就是安尼，甲大家分享我即届准备时阵的想法安尼，所以我哦，杨感妹，觉，对，哈，哦，杨妹，这是认真用心在迄个准备的，伊一个月前就一直甲我讲，哦，啊是当时要表演，伊足紧张，伊若无好好啊练习吼，毋敢上台哦，用我心讲，的，我家己感觉我就是，拢无足厉害，所以我系紧张着啊。嘿，多谢，给我机客会。气啦，客气。真正足客气的，拢足用心在准备的啦。嘿，啊，好，拄啊，就多谢恁今仔即几位做精彩，嘿。好，啊，咱今仔日个节目就到遮。那洪总，你有要甲我分享啥物无？你今仔看逐今个日的作品？喂，安尼有听到无？有嘿。今日三位细男甲子男甲即个下米吼，因个文章敢会当分享互阮知影？哦，这爱看作者伊个迄落哦，这有作版权哦，因为这是。安尼，咱即个 YouTube 现在有啊。YouTube 顶个有遐。哦，好好好，你看这录音啊。这部咱的录音，今日录音啊，YouTube 拢有，无问题。哦，拢有遐，哦，好好好，了解。拢有迄落，会当你搁会当继续看。我因为若转好的时阵，才我才搁放在群组。好好好好，多谢。洪总吼，伊是迄落细南的同学吼，啊，伊甲退休甲捡来，甲咱做伙读册。哦，伊嘛足拍拼咧读的呢。哦，伊活呾真拼，嘿。嘿啦，我参加过来读册会。我那安尼，迄落真拍，真拼，一边种土豆，一边来。